你像像即卖有网啊办人个用，我较早是无，较早是安尼啦吼。这是嘛是无酒啊？这有这有小可食酒，但是阮伊讲无酒啊，但是有无酒？你若讲你未相信伊吼，对无？你摕来你就当。得罪啊，嘿，我弄过，嘿，洗过，他洗过，哦，啊，所以我因你讲我就吹，啊，就吹吹吹，啊，就是就找到了，就找到这些东西啊，它的这些燃料哈，燃料就是说也有你了做最终做最终的，嗯。我是高雄人，也是在旗鼓岩这一带。对，因为我外公在日本时代从澎湖移民到高雄来，所以他一生其实都在海上工作。那他留下蛮多照片的，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年代不能出国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他的这个工作经验。因为我在旗津啊，或者是盐城这一带，然后认识了很多在地的老人，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跟职业的一些技能。那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就是写代客书法的一个老师哦，柯老师，那我就就进去跟他直接聊一聊啊，然后发现说他其实在做喜葬这件事情以外，他早期有在做大鱼。那以前有稍微听过，因为我们在港边，所以就想说，哎，大鱼其实听过，但是没看过，希望可以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在访谈帮他写成故事要出版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过世了哈。那所以我就很难过，我觉得他如果消失了，我们在高雄这样的传统文化手工的部分，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危机。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找说，台湾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在做大鱼旗？那刚好中山大学因为在旗津这里在做三板船的复兴，那也准备要下水哈，就是一个完工的典礼。那我们就先用这个电脑绘图的方式先做。那我参与了学校的这个计划，我们就有比较多资源去找，所以从南方啊开始他们在做社区营造，所以用一些改良的方式，像廖大伟老师他们正在做。那我们去学了一下，哎，发现说我们还想要再找到更传统那样的形式，然后我们就在一些书里面找到二三十年前吴老师受访的一些资料，打了几次以后，老师就说他没有在做了，那个访谈也都是早期的事情了，他现在已经专门都在做这个书法专业的事情。那我又不死心，我找到其他几本书，发现高雄就他最资深，而且是最专业，所以我又在打电话，甚至是直接就跟他约在他家那边。那本来老师还是有点这个拒绝，但是我拿了一本他没有看过的书，有他的影像，他就说他有兴趣了，所以我们就进去，然后开始他发现说，哎，我是有备而来，我们带了蛮多的问题进去，所以他就开始跟我们去谈这些事情，包括他过去工作经验，包括很多的细节，因为这个记忆会消失，也因为跟整个台湾的造船文化其实是在七零年代高度的发展，所以传统的制旗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大量的订单，所以才会改往这个像印染，然后这个网版印刷或者电脑印刷。那老师的工具也丢掉了，那所以我们其实跟老师在很多次的沟通里面去复旧他当时他描述的那样的工具，包含刚有提到说张布的，然后生纸或者张纸哈，或者是他要用来画画的胡同。那这个其实只是第一步，其实把最初这个工具做完以后呢，还要面临那个技术其实是最难的。然后等到我们画完一个防染层以后，我们还要去做那个这个颜色的彩绘，那发现其实我们连定色都不会，因为还有非常多的这个什么时候技巧。尤其早期老师在制作的时候，他是有间接染料、酸性染料，所以老师我在访谈的时候，他就会抓他的手来摸我的手，那我会吓一跳，因为他是要让我感受他手其实过去因为泡过福马林、泡过盐酸，然后已经手都变得非常粗糙了哈，所以也可以知道早期这些职人他们在这样的工作状态，其实是会有一些职业伤害的。那老师也是因为这样的早期的颜料，它对于环境其实是有污染的，它就慢慢抛弃。那可是因为这样的染料，它的好处是旗子用到破了，颜色都不会褪色。那现在我们知道用的这个印刷技术，常常颜色都已经淡掉，旗子还挂在那边哦，所以它其实还是有相对性的差异。
大鱼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尤其我们高雄港的造船文化是非常兴盛的哈。那它的用量也很大，因为我们高雄港全台湾算是一个民间造船厂最大的一个基地哈，所以很多的甲级造船厂在这边，它的这个造船的速度，它的这个年产量都非常高。那每造渔船，它会进行一个完工的下水典礼，上面就要挂满大鱼旗。那我们才之后知道，那个原来上面其实都是老师做的，不管是绒布的锦旗，我们自己台湾发展出来的，包含是挂在船长室外面的这些小幅的锦旗，或者是后面顺风旗等等的，那个就是台湾慢慢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特色。那也是因为这样，它跟高雄的这个产业是息息相关。我们觉得说，既然它有它的使用的需求，那它应该要，我们应该要去想一想，怎么去保存它，去让传统的这样的工艺，然后被这个凸显，重新被看到。这好了，这得做好用啊啦。伊个伫个用果啊，较有法度。对，啊果啊较食会掉，较食会掉，啊无你啊用像网啊汤吼。起来，锅也夹不掉，夹不掉。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拜访老师，其实是拒绝了。那他因为尤其这人工艺，他已经不做了，所以当他拒绝我很多次，我还是这样子进去。然后他就说：“好吧，进来吧。”然后我们就做，就正襟危坐，跟另外一个同事伙伴。那他其实很喜欢写字画画嘛，哈，现在也是，所以他就说叫我拿一支笔来，他就立刻要告诉我大鱼上面要怎么样注意啊，什么图画怎么画。那但是我可以看得出老师的真心情，因为他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跟我们就是来谈这件事情，然后他来分享他过去的一些职业上面的美感，而且他其实不藏私，也陪着我们到处南征北讨，然后我们去南方要拜访，他也说他很有兴趣，然后我们邀请日本的大鱼旗师傅，他也说他可以来试试看，他即便他这么多年没画了，他也觉得他有那样的台湾人的一个精神哦，不服输，所以他也要一起来跟他做一个这个串联哈，跟日本师傅做一个交流。所以这也是我们慢慢跟老师熟以后，我发现老师他其实是很可爱的，而且非常真诚。嗯，你阵拢在即几个少年，要来去创啥？哎呀，我你知道一锤我，我当作诈骗集团，你知道？我根本想不到说还现在还有人去弄这些东西啊！啊，其实哦，你也想说想这个邓来哦，现在很多人在搞文创对吧？啊，这个好像也是文创的一种啊，而且这种唢呐染这种的哈，在我们台湾哦，那是动作。浙江，浙江的浙，但在日本人他们是当作是浙江，啊，但是他们也是，第二也是那一部分啊，把它艺浙江把它艺术化，把它艺术化，所以咱台湾跟人家不一样，就是在这边而已啊，啊，所以他们能够把这些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哈，一直流传下来，都无较无断层。啊，拄啊有恁，你有恁吼，拄啊有你用到这吼、個，我也觉得说，这个还不错，因为现在在台湾吼，能够去找到这个东西，应该是无啊啦。我挖到一碗，里面有一个很小，有一个在下安尼伊就病了嘛吼。就这样，就有一个大鱼啊，大鱼，然后一般就是上面写个船名，啊，底下呢我们就画个海浪。我们在以前在做哦，没有去打草稿的啦，就直接写直接画，因为人家咱们打草稿哦，也不行了，这国外没在坑做过啊。我这边这手上这抓的这个呢，叫做壶桶，它里面装的呢。就是回到传统的那个调制方式，他们也很用心哦，啊，去调这个糯米糊啊。这个前面这边呢，
就有一块金属的，铜的也好啦，不锈钢的也好，哦，它的做有造型，这个有宽有大小，哦，有圆的有扁的，哦，然后这些东西呢，这个东西就符合，就需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画的画，用工具啊，你就用你就去制造这个东西，这个都是自己用的，这个都从来市面上买不到，都是自己来。像这个像这个布，这个都是也都自己做，哦，啊，这个竹工，竹工是在底下呢，它是要把这个这块布呢，因为这块布前后一拉衬以后呢，中间它是皱的，啊，这竹工一拉，你看它这个这边就很平了，哦，都是这样子，是它各有各的那个功能啊，这个没有办法说去市面上去买得到啊，所以这个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不符合现代的这个经济效益了，没办法了哈，哦，啊，所以就没办法把以前的工作就传承下来。现在就是他们有心去把这个东西再回到以前，回到那边，哦，他们也用心哦，像这些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哈，哦，也很不错，而且他们他也到日本去比赛哈。哦，用这个大一起的图案去比赛也得奖，所以他们真的非常用心，啊，所以他们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我都很乐意的跟他们一起分享以前的制作的经验，哦，然后把这些技术呢做一个传承下来，最好能够一个传承下来这样子。我们都因为设备的限制，其实都是做小幅的。那我们在明年，我们会希望说可以做出比较大幅的作品。那那个大幅的作品，其实是可以跟日本或者韩国他们去做，就是等于把传统的那种大鱼鳍的景致恢复出来。它不只是我们先做一些小的文创开发，而是真的可以把这样的传统技术保留下来。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啊，我们希望用大鱼鳍画大鱼鳍的故事。我们也希望说，像老师日服还在，技术还在，需求还在，那可以把它登录成我们高雄或者台湾的这个文化资产，然后变成一个无形的技术的保存者，那还有延续者，那当然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动。刚刚就在那边用那个浆糊，将来那个米糠糊哈，画的这个线哈，就是要把这个颜色，这里面的颜色跟外面的颜色把它做阻隔。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大字呢，就把它染成这个水蓝色。那因为旁边呢有这个米糠糊的关系呢，这个颜色就跑不出来。那我们外面呢就可以再涂另外的颜色。主要这个米糠糊呢，它是要做一个阻隔了哈，啊，然后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浆糊的位置，哦，那外面我们把它涂绿色啊，这个涂起来哈，他们他们自己做出来这个东西哦，也很漂亮哈，就是颜色涂了以后，这样子，这是一个成品，啊，哦。老师，它目前它这个颜色跟你当初在做的颜色，你觉得有落差吗？颜色是已经95%了啦。你要求说就用到以前的那个染料，他们那些染料的调配哈，还要用冰那个冰醋酸啊、盐酸、硫酸那些酸性的那个化学药品去把它调和，啊，那个哈，对，那个属于高污染的了，也不好了。啊，现在改良，算是改良了啦。他们把它改良说，颜色不变，但是材质变得比较环保一点。哦，他们真的很用心的，啊，那种。不，对，连到追整个台湾有在做这个小东西的东西，哦，他就去追，连宜兰那边有一个工作室，哦，他都去找出来，而且还带了我去宜兰，哦，去看，哦，但是他们那个在做的那个东西，哦，如果以他们现在的进度，哦，他们绝对赢过那边的小工作室，因为他们这边设备比较齐全，啊，能够还原的东西，哦，也比较多。啊，出来的创意呢也比较多样化，那他那边只做一个鱼鳍嘛，那一艘船下去就是几只而已，就这样子而已，哎。这就是上次吴老师跟那个日本师傅来做交流，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从战二库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带一些就是跟鱼鳍有关系，就是捐印的方式去
纳入到长明文化，让大家知道有鱼鳍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持续一直做这种鱼鳍的复兴。邀请就是大家，就是高雄市民或是来的游客，在彰化湖外面一起，大家都画一笔画一笔，然后最后再由这个在地一个那个旗津的艺术家来把它完成出来。欸，研究所是念那个中山大学的剧场艺术，主要是做舞台设计，但会接触大鱼鳍其实是团队的一个成员，他在旗津做就是一些职人调查的时候，就是访问到一个那个做大鱼鳍的师傅，我们才知道大鱼鳍这个文化。那他把那个他的故事写完之后才突然发现他离世，就是过世了。就是当下你看到那场景是很 shock， 然后就是一直有默默的说啊，这样子是不是台湾没有人在做大鱼鳍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这个工艺其实很美。对，大鱼鳍这个文化，你看在整个港边下水典礼，大家都还这么重视。对，对于船只出航的时候这么重要，那这个传统的鱼鳍我们可以保留，未来的船都可以挂传统鱼鳍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我那么喜欢，因为其实在做舞台设计的时候都要做很多模型，就要做很多工艺的东西。其实这种小小的东西，或是这种工艺或是做布啊这种东西，是我很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跳进去的不断练习，就像从我们一开始是用绢印的方式，那如何制版这个，我也不断去找，就是可能有工作室在教制版，我就去学，然后甚至找到最源头就帮我们制版的工厂，然后老师也就教了我们一些制版的一些，因为其实绢印这个东西也慢慢没落了，因为被电脑印刷取代。对，所以就是我们从绢印开始，我从学绢印开始，再开始认识布料，然后整个在盐城的大沟底里面，可能有些做旗袍缝制啊，或是做那种纽扣店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有相关一些的记忆，我不断的去问他们，就是曾经有接触过跟什么蓝色有关的纽扣店，他会蓝，然后布料的那个认识也是就是从这些可能盐城的居民或是旗津的居民开始，就慢慢的摸索。对，所以整个都一个慢慢的切入，然后才找到现在就是可以做到比较完整的状态。对，我们通常做好的不会是像刚刚吴老师画，他有办法一连串连成一条，那这个就是会断，就是变水水的状态。那因为在做这个壶，就是其实煮坏了很多锅，都会呈现到这个样子，都变成水状的。那因为整个糯米壶的整个成分含有就是米糠、糯米、石灰，那石灰就是让它变固化的状态，所以就是也比例一不对，它就会变成那种水状的样子。它其实就是要对的比例后，才有办法做出就是刚刚吴老师他画，就是整个可以在画的时候可以连成一线这样子。对对对，因为就是不断实验，不断实验。对，因为所有的老师没有办法告诉我比例，他们说，哎，这个的感觉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甚至我们去日本，就是见习的时候，他也是说，哎，他们这样子从家业五代过来，他们没有真的完整的比例，他就是大概这样。那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就好，他大概是加多少，然后他能大概说出比例，网络上也可以找到，就是差不多的比例，可是。跟着就是日本的一些糯米粉啊、米糠都跟台湾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所要变化的比例也不同。对，就连吴老师他们说出的比例也都感觉都不太一样。那我就是不透过他们每一个老师告诉我的，然后笔记啊，然后继续的就是尝试，然后就甚至连米糠跟糯米粉，你不是说你买了这个米糠你就可以用了。对，你后来才发现哦，其实我米糠有问题。好，我米糠解决了，才发现哦，我糯米粉也有问题。然后再发现连石灰都有问题，就是好像各个的材料都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不断的找，不断的找，怎样才是找到对的。然后就很开心，知道今天吴老师说我们其实做到好像95%香，其实很开心。对，布料部分就是像这样，很快就吸水，它就慢慢就渗过来的。对，是颜料的话它马上就是会晕开。布料的部分就是一开始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成功了，但是就是直到老师或是日本老师来就说啊，你们这个没有做成双面，是因为就是布没有吸水。那我们后来就是找到布会吸水，是以它 一碰到水，它就是整个布到后面都是
吃到水分，这样子染料在上去的时候，它其实整块布才会有染到颜色。因为弧染这种技术，甚至大鱼学技术，他们这种传统技术最重要就是它可以做到双面的效果，电脑印刷就会是单面的。对，这是很好分辨的部分。对。应该是涂色的功夫啦。哎，啊，其实你如果说你若讲歹，伊是讲涂色功夫歹。啊，你像这个是，比如渐层色啊，渐层色啊，天都无较歹啊。对对。哦，啊，像这海用的时候，有这种的这个地方哦，就算做一个缺失了。嗯。上过课啊，是安怎调和无好势啊？你调和无好势，才会安尼啊。哎呀。我们自己做的壶做的。哦，这国外啊。台湾监管拢是有刷用刷啦，哦，你用刷啊，用刷啊，做个就去做个嘛，真水啊，忙啊办而已，忙啊办而已。好啊，你小金马有忙啊办那个荧光卡早是无，即你他妈要你五支机啊吼，要你十支机啊，你都要对下早变较下晡啊。对啊，对啊。哦，对不对？但是吼，迄阵啊会计小较好。系啊。对，差不多进了十倍，十倍计得啦。嗯。老师以前会记得，就是你播的。技术如何？其实我本来在台北工作，然后我的背景其实是护理师。那在台北已经很蛮久一段时间，那算北漂嘛，所以我其实时间已经过蛮久，我想说要回南部工作这样。然后那时候就遇到我们计划团队的韩瑜，他是我们整个计划的主要在统审的人的关键人物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来学校这边协助他？”一开始是说做行政，因为我等于是整个都是跨领域，就是回到学校的话是进入社会系这样子。那刚开始进去当然是先做行政为主，然后后来就一直加入之后，就是说，那我们一起去计划继续要做这样的文化的复兴，然后要去南方澳做学习。所以我们第一次到南方澳学习的时候，就是我做的第一幅大鱼旗，就是学习这个历程。那一直发现说，蜀文好像可以画。然后就说，那你石文要不要？就是他们就其实大家都会鼓励我说，你要不要尝试着画画？而且我本身也喜欢做绘画，这样就是让大家了解传统玉器的过程，可以来做使用。在我们台应该是说，在台湾大鱼旗的绘画上面，中间一定会大部分都会有一只最主要的鱼，那它那个鱼种就是非常就是通常会采绘高经济价值的鱼种，包含了尾鱼、旗鱼、鲷鱼，这些都是比较常采绘的。那尾鱼、旗鱼、鲷鱼其实也是我们台湾远洋渔业其实比较常捕捉的一些鱼种，这样那也会有一些鱼旗上面会有一些虾蟹啊来做点缀装饰用。然后我们的线条其实就是比较朴拙的。那日本那边呢，它其实会彩绘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复杂多元一些，但是他们通常会画龟鹤这些祝福意象，就譬如说长寿啦，它也是吉祥，在日本那边。可是在台湾就千万不能出现乌龟这种东西。我听传东家跟我们讲，我一只船那几啊十万出来，然后几啊千万出来安尼，啊一船你要叫我公估嘛，无可能。所以他就是绝对不可能画乌龟，但是乌龟跟鹤，在日本的图腾上面很常出现。那在台湾其实基本上都不会，都是鱼种最多。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最初在做推广的时候大概是2016年开始，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找了很多文献资料，包含日本的、韩国的、台湾我们自己的都有。然后那时候就有找到日本在小名滨还有福岛那边有一个蓝宝石水族馆，他们其实每年都会有大鱼旗的比赛。那我们在做推广课程的时候都会跟来听的这些民众啊或是学员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今天做的这些创作你都可以寄到日本去哦，它不限年龄不限国籍，你都可以去参赛。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么久，其实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去投稿？那到今年我才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如果没有得奖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也有去参赛哦。那得奖的更好，我们会让更多人在台湾看到这样的文化，跟日本它其实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
沟通，然后也是一个文化的对话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获奖开心不是我个人的创作，因为我的创作上面呢，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过去累积起来的能量，才能让我促使去做这个创作，然后让日本人看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跟能量在。那包含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作品里面的书法字，其实都是一字写出来的。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常说，没有一字的那个书法字，我的创作可能也不是这么就是会被看到这样子。对，我是希望讲因底下做哈，做到有一个成就了哈。他们会把它变作一个有一个参观的点哦，啊，让大家说去体验哦。哎，起码就是做这工课啊，因进哦就是有渐渐往这个道路去行吼，啊，有去做这些观光的这个活动吼，啊，让人去或者学生啊、囡啊来体验哦，这种因他们很快就会达成这个目的啦，哎呀，拢有达成这个好效用啦。哎呀，啊，所以讲哦，我伫只哎当单支持，互因有一个更加这个动力哦，更加好个安尼。哎，我要先在那个布上先刷一层面色，不，这个所谓的面色哈，就是它染料来的时候的本来的那个粉状，啊，粉状经过调配了以后，啊，把它盖在那个刷在那个布上面，不是安尼摕来就染水就会当用啊，袂。它的这些染料吼，做最终的。